之不如是今天是星期六，原本今天是自己随便起，结果昨晚强尼哥约起林运路加106，约9点从泰林路的麦当劳集合出发。现在我要去麦当劳集合，顺便吃早餐。倒数3秒后立刻加速。我现在抵达麦当劳了，本来想吃麦当劳经济早点，可是一楼没有座位可以用餐，我只好在旁边的早餐店用餐了。人都到齐了，往林运路出发吧。看到观音山斗大的3个字，接下来就开始起林运路了。
看到大炮了还不赶快摆 pose。
终于骑到观音山游客中心了。接下来要走华富山路下巴岭，然后接台十五线到林口火力发电厂，最后接106上林口。这里是106的全家便利商店，在这里休息一下后就准备上林口了。
终于骑完啦。对强尼哥和小谷来说骑得很轻松，腿弱的我光是跟在后面就很吃力了。回家啦，今天的约骑就在此画下句点，明天还要骑台山线到竹东来回，可别今天就把腿力都用完。影片再次告一段落，谢谢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。